在佛法讲啊，你要度众生呢，先要度自己。度自己是本，度众生是末，本末要清楚。如果的时候本末要搞不清楚，先去度众生，不知道度自己，众生也度不了，是自己也度不了。所以一定是先度自己，后度别人。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自己未度而能度人，可无有是处啊，没这个道理啊，一定是先度自己，这是本末。宗时，宗就是普度，时就是自度，所以这个先后顺序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佛在经论里都常说啊，菩萨一定是先度自己，然后才能度众生。菩萨自己没有得度，先度众生，那是什么菩萨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不是我们这儿的菩萨。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他不着急成佛，那个度自己是成佛，不着急成佛，你先去度众生。我自己成佛晚一点没有关系，他已经得大自在了，这个可以啊。所以一定是先度自己。度自己从哪里度起呢？我们在讲习当中啊，说的太多太多，大家千万要记住，这个话说一万遍，说十万遍都不算多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落实吗？从放下自私自利做起，从这做起啊。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自己就不能得度。自己不能得度啊，要想度别人，确实是做不到。首先自己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转过来，一切为利益众生，为利益社会，起心动念呢，为众生，为社会，绝不为自己，我们才能成就啊。有一念为自己，就错了了。我们如果天天念着要弘法要立身，这一生不能往生，来生还搞六道轮回，那就冤枉死了。度众生这个事情不着急啊，我还没到极乐世界去啊，去了以后回头那度众生方便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啊，要把这个本末搞清楚，决定不能够颠倒。这个世界有我们的亲人，对我们有恩德，我们舍不得他，我们要想来度他，你先度自己，先到极乐世界度自己，得无生人以后，福入尘刹就度众生。不但是娑婆世界，他方世界，你过去多生多劫的亲朋好友，所有的眷属，你呀都认得。因为那些人跟你都有很深很密切的缘分，都应当救度啊。我们的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，十方世界有无量无边的众生与我们有缘，我们要成就自己的本事，然后再去度他。这个事情我们要晓得其中的意义。念佛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修行六度啊，六度是度自己，先度自己再帮助别人，布施度自己的金坛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什么叫圆满？我贪心断了，金吝的心断了，吝啬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，贪心自己没有的希望得到，这种悭贪心真正断掉了，布施波罗蜜圆满了。所以六度的圆满不是对外，对外永远不能圆满，是对内的。对内的就有圆满的时候，悭贪的念头断掉了，所以他度自己的清净心现前了。持
十戒波罗蜜是度恶业的。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没有恶念，没有恶言，没有恶的行为，持戒圆满了。戒律目标就在此地了，圆满了，忍辱、顺境、善缘，没有贪念的心；逆境、恶缘，没有嗔恚心，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精进呢？那我们这里讲了很多了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什么都不夹杂，我心里头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，口里头就念阿弥陀佛，身体恭敬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，这叫精进波罗蜜圆满了。禅定波罗蜜，我的心就定在阿弥陀佛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，这叫禅定啊。有禅定自然生智慧，智慧现前，般若波罗蜜圆满了，自己清净心能生智慧，又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，真的事出世间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先成就自己，然后可以像诸佛如来一样教化众生啊。你教化众生，众生欢喜你，众生愿意听你的话了，接受你的教诲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全做到了，你自己没做到想教人，人家不相信，不愿意跟你学，自己通通做到，才有这个感应，才有摄受的能力，像磁铁能吸铁，才有这种力量，自己没有做到啊，就没有这个力量。度自己决定不是消极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经上讲得清楚，欲往生的即使下下品往生，他的天眼、天耳、神足这六种神通啊，几乎跟七地八地菩萨相等，他有这么大的能力。这个世间的众生什么时候回心转意，心里面想学好了，想学善了，你那个时候再来成愿，再来帮助他。我们今天是凡夫啊，自己不能往生，这一步错了，马上又搞六大轮回，所以这个机会呀，决定不能错过。能够抓住机会的，古人说的机会真是毫不容法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抓住，机会太难得了，一刹那就过去了，一定要把它抓住，抓住之后你就成就了。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，错过了，等到下一次不晓得是哪一生哪一劫，你在六道轮回不晓得受多少冤枉辛苦，就一定要抓住机会。我们过去生生世世都是错过机缘的，机会来了还想想这个法门也不错，那个经论也不错，都想去看看，结果完了还搞六道轮回，就一定要全盘放下，彻底的放下，心里头一丝不挂，唯念弥陀，我们就成功了。